呢間魚米咧係元氣壽司開嘅平價壽司店，行錯方向添。順番を入れ替えて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ご予約番号312番、312番でお待ちのお客様。食回转寿司啊！而家呢间系元气寿司开嘅鱼米，都系一种都系好似无天寿司嗰一类嘅平价寿司嚟嘅。呢度有简盐嘅豉油啦，有呢个。其实我觉得呢间味道系比较一般，但都 OK， 可以接受。同埋佢好多种类。炸蝦卷好食喎，佢好香芝麻味，因為佢有啲芝麻鋪在上面，跟住個炸蝦都係暖暖地咁咯，又唔係話好暖。麻麻地，冇乜味。竟然仲有得自己嗌盘嚟装外卖，仲有埋卡路里表咯。但有冇人嚟食？首先会望住个卡路里表啦。好啦，我饱啦，食埋呢两个就够啦。拎住呢個去埋單就得㗎啦。